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202凤再起加强版的对决解说。现在双方依然都是卢卡尔，技术都在伯仲之间，还是被二皮反到。这次二皮有点紧张了，碰到对手了。哦，被抓，越紧张越不行啊。现在二皮又只剩一点血了，卢卡尔暴气，再来波，跳过去直接又抓起大招。漫步也被虐了，这一次直接拿下。现在进行到第二场，看八神对战卢卡尔。好，跳过去再跳地，继续跳地，刚一下。好，八神偷下盘，直接上连招，超臂接起来轰死他，还剩一点血，又裸扎大招。一笔闪身过去，一个战 C 跳掏死他。现在进行下一场，看金家翻出场。霸神再来一波，刚一下继续跳起，但是都没接上。金家翻也是好猛，金家翻又使出了无限连的招数，霸神也挂掉了。现在来看猴子出场。好，猴子先刚一下，跳过去，跳过来啊，再跳打逆向。好，冲撞空中三连追，距离不够，如果距离够的话还可以上大招逆向。这一次猴子打得比较小心，金家帆又上大招了，这次被金家帆打到，直接上大招，又是一套无限连，猴子直接挂掉。